准备好文件，马上出来了。啊，我说的眼啊。嗯。说啊，你这身份证，昨天它出现在你的衣服兜里，它 你到底干嘛去了？你不按我的来呀？到底干嘛去了？而且昨天你一天晚上没回家，你老实交代，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我能去哪儿啊？姐夫吵架呢，姐，那个身份证是我身份证吗？啥？你身份证？你姐夫身份证？到底谁身份证？看你俩看着我身份证。他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家，你到底干嘛去了？我还能干啥的？我又不小孩儿，我能出去上网去啊？上一宿不回来？我身份证吗？那你干啥去了？我出差啊，我出去上网去了，我出去找陪玩去了。上网啊？你以为你跟小川似的？你一天没闲着没事干，不务正经事儿。这吵架都提我干嘛呀？你把嘴闭上啊！他也就出去上网。他能咋的？他能开房啊？我开什么房？我开房？像你似的呢，还能？我确实开房了，昨天。是吧？你看，这回通了吧？哎、我那是出差，哎、能不开房吗？姐，别着急。那好几个领导等着我呢。姐，别着急，我帮你问。你完之后问完之后，能不能两位？你问啥呀？你问呢？就这点事儿用你问吗？行吗，姐？你眼睛刺挠啊？不刺挠，我帮你问，姐，我帮你问。我问完之后，我看看我能不能找着我身份证。我一会儿出去上网，着急。你别老跟这提身份证啊！我告诉你，姐弟，你俩没完没了的，就搁这点我是不是？放点，往那放点来。这承认，你就承认。你瞅这拉那个老脸，这日子还能过呀？你帮我，你走远点，走远点。